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简哥记，我是简哥，一个专注于不标准普通话的科技解说。今天为大家分享如何做出像苹果手机在发布会上的那种快闪风格。这里我们只需要一款应用就可以了，我们打开之后在这里输入自己需要的文字。这里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一行只能写九个字，而且最多只能写15行。输入完之后，我们点击手机右下角这个绿色图标，这里就会出现许多样式供大家选择。下面的这些还可以调节样式的颜色。选择好后，我们点击手机右下角的这个图标，这里就可以直接保存或者分享了。这款应用我也为大家准备好了，你可在简科技微信公众号回复117即可获取。这个制作方式如果你知道的话，你也可以大声的说出来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